好，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登记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6时51分，地点本院清仙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郑明忠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吴志扬委员等24人，列席官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王召集委员荣章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主计总处、审计部、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部分；二、审查本院委员王荣章等19人拟具预算法第28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王荣章说明提案要旨，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及回应委员提案，审计部林审计长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曾明忠等14人提出质询，经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审计部林审计长等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林德虎、吴志扬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以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议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一、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主计总处、审计部、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部分，审查结果如下：通过决议一项，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6项主计总处无列数，第57项审计部无列数，第58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无列数，第3款规费收入，第6项主计总处20万元照列，第4款财产收入，第7项主计总处48000元照列，第68项审计部67000元照列，第69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25000元照列，第70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无列数，第71项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1000元照列，第72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6000元照列，第73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2000元照列，第74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1000元照列。第7款其他收入，第7项主计总处74万元照列，第66项审计部61万7000元照列，第67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8000元照列，第68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8000元照列，第69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无列数，第70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无列数，第71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17000元照列。税出部分，第2款行政院主管，第2项主计总处原列138219万元，减列第2目中央总预算合编辑执行之业务费5万元，第6目国事普查业务之业务费200万元。括号含办理工业及服务业普查100万元，办理人口及住宅普查50万元，人力资源及专案调查50万元。第8目主计资讯业务之资讯服务费100万元。第9目一般建筑及设备项下其他设备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200万元，共计减列505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137714万元。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1项。第6款监察院主管，第2项审计部原列10亿1723万7000元，减列第1目一般行政之业务费100万元，第2目中央政府审计之业务费50万元，共计减列150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10亿1573万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5项。第3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6904万4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
第四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5871万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五项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4194万5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六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5902万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七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6797万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八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7335万2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有关正式北税处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二、审查本院委员汪荣章等19人拟计预算法第28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审查结果如下：一、第28条及第29条条文经照案通过；二、本案业已审查完竣，拟计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汪召集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其他事项，委员黄国昌针对本委员会未接受时代力量党团提案一节提出程序发言，按经主席汪召集委员荣章说明。有关黄委员提及未接受以党团名义提案之问题，因目前相关规定并不明确，且各方见解不一，令院会朝野党团协商亦尚未达成共识，所以本委员会仍严厉不接受以党团名义之提案。为未来若院会朝野协商有明确结论时，本委员会自当依相关结论处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异议？无异议，那我们就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计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汪荣章等27人拟计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提案要旨说明跟行政机关的回应。首先，我们先请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代表黄国昌委员说明提案要旨。谢谢主席，然后还有与会所有的委员以及今天列席的官员。我想纳税者权利的保护，从过去这几十年来学说理论上面的发展，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个共识是它具有宪法人权保障的高度，那需要有一部法律在实际面上面予以落实。2005年，财政部曾经委托过葛克章教授，那做过一次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专法要立法的可行性研究。那在那一次立法以后，2006年也曾经有民间团体泛指联盟，那在提出了这个案子以后，那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支持。那不过很不幸的，在2006年。本院在审议这个法案的时候，并没有顺利通过。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修了税捐稽征法11条之3到11条之7，去定了有关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些法条。不过后续学者的研究，那证实发现当初所立的那个法条，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在实际的审判案件当中，它所产生的冲击或者是正面效应趋近于零。那我相信到2016年，在新国会已经组成的情况下，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已经到了立法的时候了。本席曾经在4月1号的时候，针对订立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在本院召开过公听会。那基于那一次公听会集合的所有学者、专家以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大家总汇集的意见，提出了这一次时代力量版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草案。那这个草案当中基本上具有6大特色。第一个是要落实纳税者生存权的保障，包括了在第4条最低生活费不受课税的权利，以及第6条受薪纳税者权利的保护。那第二个特色是要贯彻量能课税的公平赋税理念，那因此我们在法条当中的第5条，除了明确定出了量能原则以外，
也分别在第七条跟第八条针对规避租税的禁止以及租税优惠不应牺牲公平课税予以明确的规范。第三点是强化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分别规定在这个草案当中的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到第十三条、十六条以及十八条的规定。第四个特点是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与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委员会。那这个法条是我们在这次立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虽然我知道行政部门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但是我觉得时间到了2016年，已经到了必须要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追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力，给予我们纳税者在面对针对税捐稽征机关所来的，不管是课税还是处罚的处分，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帮他们伸张权利的管道，那实现武器平等的原则。那第五个，我们要求设置税务专业法院。我想行政法院过去在处理税务案件当中所产生的，不管是驳回率高还是诉讼的延滞，已经为各方所诟病了。我们希望透过专业法院的设置，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专业的法院，事实上也是符合我们新的司法院院长许宗力大法官，他在对于未来司法改革六大目标当中所提出来的诉求。那最后一个，我们为了要解决万年税单的问题，迟来的争议不是争议，因此我们建立了事实救济的机制，放在第21条当中。那以上的这些条文，希望在接下来今天审议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其他委员还有行政部门的支持。那当然，如果在整个法律的修正上面有更进一步精进细致的必要，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时代力量党团，都愿意配合让这部法律能够更加的完善，那最后三读通过了以后，能够真正落实达到保护我国纳税者权利的功能。以上，谢谢。谢谢。现在请王荣章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委员，十年前，本席在第六届立委任内提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草案，当时曾经在财政委员会进行逐条讨论，可惜最后无功而返。此后虽然也有林淑芬委员接续提案，但是仍然功败垂成。重新回到立法院后，本席重新检视整部法案，因应当前时空环境的变迁，我把原来草案做相当程度的修正后，在不分朝野26位立委同仁联署支持之下，今天重新提出，希望能够解决被搁置已久的纳税者权利保护问题。纳税过去被视为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一，而非必须加以保护的权利，所以目前散见于各税法的相关规定，缺乏对纳税者与纳税行为的保护措施。税捐稽征法的纳税者权利保护专章也属于宣示性的条文，以至于一般民众在面对熟悉法令、实务经验丰富的税捐稽征机关时，因为资讯不对等的劣势而无法合理主张自己的权益，甚至合法权利在行政程序上遭受侵害的情形也时常可见。宪法第19条固然明示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但是我们站在人权的观点来看，宪法第15条揭示的内容，人民的财产权、工作权、生存权应受保障，与之相较应该更是核心，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纳税虽然是人民对国家强制性的给付义务，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生，自然不应该以违反正当程序的和比例原则的方式为之。本草案共计21条条文，重要主张和立法精神在于保护所有全体纳税者10大权利。我们认为全体纳税者有最低生活费不受课税的权利，有受平等课税的权利，有仅依法律纳税的权益，有要求稽征机关严守正当法律程序之权利，有
请求适当救济的权利，有不受过度执行的权利，有不受重复处罚的权利，有预测及规划税负的权利，有要求国家租税优惠不得过度的权利，有要求国家财政公开透明的权利。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至今已经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甚至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完成宪章或者单独法案的订定。台湾在这方面的进程早已经落后许多，现在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或许有人会担心，这个法通过了以后，将使得有钱人逃漏税更为便利。但是，各位，我们平心而论，我国的税制的不公平存在已经许久了。有钱人在这个法提出之前，早已经能够聘请专业人士，从事精细的租税规划或者是规避。在这种现象，并非因为本案订定而产生。反观我们一般的民众，目前仍处于与稽征机关不对等的弱势地位，而合理的没有办法合理主张自身的权利，甚至于遭受迫害，这是极为不合理的现象。本席认为，此法案提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借由程序的正义，进一步实现租税公平。恳请各位委员同仁支持，让本法尽早通过，落实纳税者应有的权利保护，实现课税公平与程序正义。谢谢。谢谢王荣章委员。现在请财政部许部长回应时代力量党团及委员的提案。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今天贵委员审查大院时代力量党团王伟荣章等27人分别拟具纳税的权利保护法草案，本人诚邀列席，自感荣幸。以下仅就上该提案提出说明，敬请指教。一、有关法规命令不得增加法律所谓明定之纳税义务或减免税捐部分，考量法律之内容难以继续明已，或有需随社会变迁与时俱进者，立法机关常借由授权行政发布命令为补充规定，如涉及限制人民自由权利者，与其授权之目的、范围及内容符合具体明确之条件时，并非宪法所不许。司法院释字593号及629号解释可知参照。第二，实践最低生活费不受课税原则下，应兼顾国家财政能力及人民租税负担能力。倘维持最低基本生活所需费用之比较范围，包括现行所得税法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及薪所特别扣除额，本部尽表同意。第三，薪资所得主要成本及直接必要费用，例如交通费、工作制服等，常由雇主或盈利事业负担并列报为费用。又薪资所得之小额零星费用，常与个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难以举证，易造成争闹双方争议。现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采固定金额，并按物价指数调整，较为简便，令个人与执行业务者或盈利事业不同，并无设置账簿记载相关成本费用。倘计算薪资所得时，准予列举减除成本费用，个人需保存账簿凭证，恐大幅增加一重成本，且对于一般未保存凭证的民众，未必真正受惠。高所得者反受益效最多，造成租税不公及税收损失。第四，依提要条文仅限纳税者对重要事项为不实陈述或提供不正确资料者，使得例外处罚。然纳税者对重要事项未为陈述，增加税捐机关查核困难及稽征成本，却得以免罚，恐有轻重失衡。建议增列纳税者对重要事项未为陈述不适用免罚规定。另外，为了避免金融机构将来计算利息困难，建议由税捐机关计算填发，并以填发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之日作为计算利息之末日，另建议订定过渡期间，定明得适用范围。第五，违法调查包括违反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如果仅因税捐机关调查程序上之瑕疵，例如做成行政处分前未给予纳税者陈述意见机会，而需舍弃已查得之查事证，致逃漏税者无需缴税，对于重大逃漏税案件，恐有违课税公平正义及比例原则。且相较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规定，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并非一概令其全无证据能力，事有轻重失衡，建议参酌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之四规定修正。第六，扣缴义务人未依规定扣缴税款，按应扣未扣之税额处一倍以下或三倍以下之罚款规定，经司法院释字第673号解释，与宪法尚无抵触。又所得人为非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个人，或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场所及营业代理人之盈利事业，系以救援扣缴作为主要课税手段，其扣缴税款即为最终税负。扣缴义务人未依规定扣缴税款，以纳税者之漏税实无二致，原漏税法不宜设处罚上限，与行贿法设有上限是不同的。第七，有关设置税务专用法令部分，属司法院权责，并涉及国家司法政策、预算及人民权益，已由司法院评估。第八，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委员会部分，依提案条文及说明，该会是属咨询性的任务编组，经洽国家发展委员会意见，建议名称修正为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另外，避免将来产生执行困难，建议参酌本部人权工作小组设置要点，修正该会应办理的事项。第九，设置纳税权利保障部分，涉及考试、任用、官等及职称等事项，经洽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意见，如经政策决定设置，所需员额已由主管机关至年度预算员额总数内调整运用。涉及机关员额配置问题，影响层面广泛，建议改由税捐机关指定专责单位及专人办理纳税权利保护相关业务，以达相同效益。第十，纳税者行政救济程序中，若未发现原处分之违法事由，至未能提出主张，行政程序法第117条、第128条及税捐机关法第28条有关救济规定呢，可保障纳税人权利。考量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系采增廉主义，可集中增值范围，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倘改采总额主义，允其得随时提出新增点，将使复查及诉愿程序形同虚设，无法发挥机关自我审查的功能，一时案件呢审理延宕。十一，考量税捐案件之行政救济期间并非时效概念，恐鼓励信众让取缴者借提起行政救济及不尽协力义务，故意拖延征送时间，以规避应纳税捐之目的。又参考国外相关立法例，无列此立法规定。以上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谢谢。谢谢许部长的回应跟说明。跟委员会报告，我们现在还有司法院针对本法案的一个报告。那但是为时间的关系，就请各位委员参考。那相关的就说里面的内容是跟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条文审查的，就是说条文内容逐条进行的时候，我们再请司法院的代表一一陈述，就是说相关的意见，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也做口头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询答。我先做以下的宣告：每位委员8分钟，然后得延长2分钟。上午10点，我们截止登记。接下来，请第一位登记的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是不是麻烦有请部长？部长请。好，黄委你好。部长你好。第一个问题先跳下一页，这个好像不可以。现在兆丰57亿的罚款，那追偿的进度如何？目前大概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也提供假扣押了。好啊，扣押到财产现在有多少？你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但目前据我了解是大概是扣押到几千万啊？大概几千万？扣押到多少？大概几千万啊？对蔡有财的财产扣押到多少？具体的数字我是不是会后我再补充给委员？就是你现在请求假扣押的债务人有几个人？目前是2位。
蔡有才跟另外一个吴总经理，就总经理嘛，两位，啊，扣押到了金额没有超过1亿，有5000万吗？这具体的数字我会后再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好，那你们现在接下来被罚了57亿，扣押了财产不到1亿，只有几千万，剩下的金额怎么办？大家给我一个答案啊！如果你们今天接下来的打算啊，是剩下来的金额，财政部这边的立场是无能为力，也找不到其他要负责任的人，全体纳税人买单，那就勇敢的说出来，剩下的金额怎么办？跟委员报告，因为如果是没有查扣到财产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求偿啊，真没有求偿啊。但是这家没有其他要负责任的人吗？目前把这个案子我会追得很细啦，因为我当初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财政部去向应该要负责任的人赶快扣押他的财产。你到时候吼会后，你把你们去执行的结果的资料全部都送来，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在迟延的这段期间当中，债务人他已经脱产脱了多少了，你接下来才有办法追究责任嘛？那我现在再具体的问嘛，你有没有打算要扩大求偿范围？还是没有？你现在如果答案是没有要扩大求偿范围的话，剩下的大概超过56亿就是全体纳税人买单，你就勇敢的讲。跟委员报告，事实上那个兆丰银行他们对内部的那些有失职的同仁哈，他们也在研议在追偿当中啦，就是内部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没有关系啊，我在具体问，时间太多，你们刚刚都不讲话，浪费了很多时间啊。具体的求偿计划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事实上现在已经在动，已经在。对，我知道嘛。啊，你现在连扣押的金额连1亿都没有超过啊。啊，我说你如何扩大求偿的范围？那个求偿计划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这会后我们 会跟这个跟一个礼拜之内好不好？好，可以，好。来，再下一张，这个没办法按。部长，谢谢你哦。上次会议结束了以后，你有打电话给我，因为你说你有打电话给卫福部的部长，针对远雄苗栗的圈定案嘛，吼，他说他会都把资料送来，现在资料全部都送来了，然后我看完了，但是我看完了，一头雾水。我跟部长报告一下，为什么我看完一头雾水啊？哈，我看到的是他的计划内容不断的在变更。第一期的医院就好了，楼地板的面积当初是105000，2013年变成95000，2013年第二次变更变成90000，到2014年呢变成81000，也就是那个楼地板啊，第一期的医院的那楼地板面积不断在缩水。每一次缩水的过程，卫福部有没有告诉你们？从来没有告诉你们，所以你们只有按照第一次他第一期，然后就给他20.6公顷租出去，是这样吗？对。所以说最后一次呢，我想在咨询的时候呢，我亲自打电话给那个卫福部部长，请他把历次核准的。对啊，但是我看完所有的历次的资料以后，除了啦面积不断缩水以外，现在具体的位置在哪里，面积需要多大，里面的资料还是没有嘛？那你接下来怎么调整租约？报告委员，我想就是卫福部有提供他们核准的还有几次变更的资料，事实上我们看的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我们目前的话就依照它的楼地板面积呢，从建造跟建造核准的面积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请那个苗栗县政府就建造的这个核准的面积为什么跟卫福部所核准的筹售的这个面积不一样的地方呢，要请他再提供资料。来，我就简单问啊，这件事情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财政部做得到吗？还是财政部也无能为力，可能要由更高层级的机关来处理？不，因为这件事很荒谬嘛。署长，是我这样子形容，你赞不赞成？
事实上真的是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要再厘清的、啊。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就很荒谬了嘛。啊，我现在只问部长啊，部长这件事情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从财政部的角度来看，做得到做不到，还是财政部有困难？我怎么可能要拉高层级才可以搞得清楚？因为现在不仅是面积哦，不断的在变动、啊，提出来的工程计划跟实际上面的情况差别非常的大。如果按照计划的话，我们现在医院已经要生出来了，显然没有嘛。那我现在就简单问一个问题，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财政部做得到做不到？这部分呢，我想我们跟卫福部还有苗栗县政府啊，我们先要厘清。好啊，什么时候可以厘清？还要多久？因为这件事情我追超过半年以上了。你总要给大家一个时间嘛，你不要说过一段时间好像大家都淡忘这件事情。我说过啊，我只要开始追的事情没有搞到水落石出以前，我绝对不会停止。一个月内我们会来厘清这个事情。好，一个月内你们会跟卫福部共同厘清这件事情吗？还有苗栗县政府。好，来下一页。我们上一次、哦、在总质询的时候，我事实上有请教过部长嘛，就是我们目前促产升级条例走入历史之后，当然有一些计划还在延展，要到2027年，然后接下来产业创新条例里面也有一些减税的规定。我按照财政部所提供的资料，近八年我们的税损大概是1325亿，这么多钱啊、哦，对于致力于研发提升台湾整体产业技术，那让台湾产业可以转型的这些企业，我们大家给他租税的优惠，提供厂商诱因，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基本上大家是赞成的。那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说这里面的内容有没有腐烂。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一些根本是违法的企业，不管是违反劳动法规，不管是违反食安，还是像，不好意思，再往下一页，还是像台塑这样子，危害台湾整个的环境，这样子的企业，不仅不应该给他减免了，过去曾经减免的，也要给他追回来。但是我们上次讨论的时候达到一个共识，是从这个条例修正的条文，产创条例70条减免税额的消极要件增加了 以后严重违反环境保护、劳工或食品安全相关法规的，上次我跟部长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追回的金额是0元嘛、对，因为要生效实施以后，这个主管机关通报我们的。那我们现在是2014年6月征订的嘛，所以在过去2年多，台湾的企业表现的都非常的优良，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因为目前主管机关呢、啊，这个没有通报我们。你是最后一端嘛？对对对。那主管机关就是劳动部、环保署、卫福部嘛？对对。那这三个单位都没有通报。半件都没通报吗？没有。来，再往下。我上次哦追到这边了、啊哦、我们又得到一个清楚的承诺。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每年按照产创条例，我们给哪些厂商多少租税优惠，这些名单可不可以公布？因为给他们的租税优惠，全部都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嘛。那这些名单能不能公布？这么可以吗？因为现在呢，名单可以，但是金额的可能没办法，因为金额牵涉到税捐基准法那个要，对。啊，没有关系，你说名单可以公布嘛？那金额可能你们现在有法规上面的障碍，对不对？没关系，那法规上面的障碍是本院的职责，本院该处理的就处理。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还是已经公布了？你刚说名单可以嘛？啊，我现在更进具体的讲，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我想我们2个礼拜之内呢，整理好以后送给委员。
两个礼拜之后公布嘛，除了送给我以外，可不可以在财政部上面的网站揭露，让大家都知道？可以吗？一样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许部长，还有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调办事杨法官。好，两位请。吴委员你好，部长早。部长，今天时代力量党团还有这个本党的王荣章委员、提出这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草案。你们的条文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如果就以我们立法院来讲，以我的了解，很多委员对这个。